大家好，我是莎莉，欢迎收看莎莉生活美食频道。我今天会为大家示范一个花生芝麻糯米糍的，希望你都喜欢。如果你都喜欢看我示范，请你记得 subscribe 我， follow 我， like 我和 share 这条片出去，希望大家都支持我这个频道。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，我真的没办法可以再继续拍下去的了。首先在这里多谢大家先，我现在看看今天的材料，我现在开始为大家示范。